凉凉的池子不见了啦。哦，这个还真是有艺术的天分哦。这里的水流过来蛮干净的，我怎么会觉得这里有溪哥啊？啊，钓钓看了。啊，鲫鱼，我在逗鱼。那个阿福，鲫鱼在那里。出来，阿福出来了，一群阿福。这一池算是清，没有，刚刚有看到蔡国鲤，鲤鱼躲在那个洞，水太清了。这一池如果再深一点就很棒了，在那个下面钓超凉。而通常野场没办法如你所愿，那环境变化太大了。好啦，桥下这边不太摇。换来去一个晒太阳的地方吧，真的是很排面。OK， 挖些蚯蚓来备用吧。哇，八子溪又在挖了，搞错。哦，上面挖土机很多。现在这里封起来了。我觉得还不错嘞，
水壶。吃我的它是改河道，把那个河道改掉，这样就不法子溪这个堤岸就不太会被冲垮了。因为它这个如果堤岸不改的话，它一直往内冲刷，这边迟早会垮掉。还没下去，它就掉了。拜拜。那饵还在。喂，我回家。不是你死就死。
大家好啊，我是蒙面五百啊，今天在猪寮这边有工程，他们有工程，他现在要改道吧，疏浚作业。不过我今天发现到一个事情，要告诉五百说，我在这边好像看到乌鱼，下次可不可以来这边钓钓看有没有乌鱼？还蛮神奇的，竟然会有乌鱼。应该没有看错，很近距离看到了。好啦 ，OK， 拜托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。